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青春偶像剧《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》。也许很多网友会觉得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吧？没错，这部剧就是热播网剧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的姊妹篇。主演阵容依然是高颜值的帅哥美女，由邢飞、林一领衔主演，唐小天、郑英晨、周俊伟联袂主演。讲述了元气少女司徒墨毕业在即，因新老校区并校，与物理系的怪咖学霸顾卫义误打误撞下合租在了同一屋檐下。几个回合的交战之后，让司徒墨与顾卫义这对欢喜冤家逐渐放下对彼此的偏见，在共同经历了毕业、求职以及在职场上的打拼，逐渐感悟原来最温暖的小时光就是走对的路，与对的人做对的事。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将于暑期档在腾讯视频迎来首播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还没订阅的观众赶快订阅我们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。